亲爱的神啊，今年大乐透头奖得奖者会是我吗？呵呵，不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可酒精，他是乌力，我是可妹。耶、yeah,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了巴德的新人夜市，又要来玩游戏啦。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人。应该不错吧，所以我们今天又要来试一个就是比较几率性的东西，就是相信很多人到庙里都要卜龟过，不知道你们常出现的是醒龟还是跳龟还是卜龟。那这一次呢，它这边是100块可以玩6次的卜龟，对，如果有3次醒龟就可以得一点就一个小娃娃啊，累积就可以越大的娃娃。我觉得有点难耶。为什么？因为你看100人玩6次，然后你要三次才一点，1/2的几率，你怎么可能2次马上就中？拜托，我是谁？运气超好的人。大家这边回放一下，大家一番赏各种。所以不用担心，我这次也准备了几千块来玩，就是100块丢6次。对，100块丢6次。5个醒杯1点，1点，5个醒杯2点，2点，6个3点。哦、oh, ，对，就可以赚到了。所以最猛的就是6个醒龟直接拿3点，你不可能啦、啊！这个运气那么好，我就去买大乐透，我还在这边做影片干嘛？好，那么我们准备开始吧。那么1000块总共可以玩12局，就是要甩72个龟来喽，准备喽！我先吗？还是你好了？你先，我先笑你，然后再换你笑。啊，你先笑，好，准备了，我们来看第一局，啊大，好大哦，没有的真快。第二局，啊大。我的运气不是盖的，啊大，好改呢，有，再一个我就一点了，来各位观众，咚咚咚咚咚大，你吓我啊啊！刚才老板娘太开心了，所以不小心，我们再继续第5局，哎呦，哇，太开心了，所以我现在如果再一个有，又有一点，3个、4个都1点，5个才2点，来。第6次丢完，所以我这个没有就是0点吗？就1点，所以我现在不管有没有，我都是1点吗？对，没错，来1点，我1点了，至少1点。你没有了就卡里卡成换你来，我还刷寡妇哎，我还刷寡妇，我其实不太会刮哎。来，加油！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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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太厉害了！哎呦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得意忘形，哎呦！来，哎，1点了耶！那你再2个的话，我就2点。现在再2个醒龟，加油！哦，再一个醒龟，我就2点嘞。对对对，没错。再一个，太厉害了，2点！这个运气都用在现在，难怪考试考不好。我知道妹有没有被当掉，换我来第一个。来，我觉得老板娘要捡醒龟好累哦，要一直歪腰。不会，快得了。来，哎呦，搞不好六什么？臭死啊！你6连不会是我？来，没有，再两个，啊打，是，来，啊，不算了，啊，来1点、2点哈，来第4局。黑马换你都你，如果你再一次2点以上就都你。可是我不想刮起来。加油！真的，这运气都用在这，过年就惨了。你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加油！哦，一个有。但是我觉得这边衰一点没关系，我红包拿多。你长大了没红包了？至少3个醒杯，我们至少还要拿1点。最后一次，哎，最后一次哦。好，紧张。你没有的话是0点哦。我姐是不是大头？是。来，第5局开始。第5局哦，来，妹妹是不是投币我拿醒龟啦？加油！太棒了，加油！妹妹的头是不是越长越大？醒龟啦！真的，来，真的，老奶奶，她的头是不是无止境的长大？醒龟啦！来，不要，她不要她。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她的头不会一直长大。真的。有吗？有，再2个，我就有2点了。来，快点！来，没有，最后一次，把它丢完。来，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心疼老板娘，我就好累。他叫他帮我们剪一下。来，好，至少有。第6局结束，第6局，哎，还不错，我们现在每一局都至少1点。然后妹妹那一局赛道2点，什么赛道失利？加油！请问我这次有欧趴吗？哎呦，你不能骗他哦，回去也发红单。你可以用这个
说你刚刚是骗你的，没有，我一定欧趴，对不对？欧趴对不对？来，没有，我真的没有欧趴吗？真的没有，啊、不要再问不好问了，是没有。我到底有没有被当掉？哎，没有、没有，没有被当掉。哎、啊，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我拿来问正事，重要吧？是是是。啊，有。第七局开始。想啊，搞不好我这一次就可以连续六个醒龟拿三点。啊，到。第一个没有。没有。啊，第二个有吗？没有。哎，加油！发生了什么事情？拜托拜托，至少让我拿一点，一点。有，拜托拜托，小熊维尼跟我回家，拜托拜托。你可以来，小熊维尼，来，没有，最后一次很重要，是不是？来，究竟有没有一点呢？咚，有七局，第八局，对吧？有，没有，不要乱说话，你还是继续喜欢东西好了。我就是不喜欢麻将啊，来，糟糕了。你又要跟我零点了吗？我还是蛮想尝试麻将的哦。来，不行，不行，你没了没了没了，这一局没了。丢完，好吧，丢完。运动加精神，运动加精神。哎，好。乌力笑你，你好弱。第九局，来，乌力好力推。乌力有没有可爱？有。来，加油。乌力，不要推，不要推，你很可爱。看清楚，看清楚。乌力，你有没有漂亮？有，她其实是女生。乌力，你会不会赚大钱？有，赚个屁钱！有，她比你有钱。你是不是土豪猪？是。来，不是啊，你回家，你回家。再装一个，再装一个，至少一点，好吧？至少一点。来，有，有，最后一次。来，没有，好一点。十局，换你了。来，你每局都有点，来第十局。我每一局都有点，听到没？算当是一点。怎样？我至少有一局两点啊。然后两次零，哪有一次而已，一次两次零，两次零，对，没错。来，我有帮你记，难道要第三次零了吗？无三不成零，一语成谶了吗？给点面子吗？哦，给点面子，给点面子，来，给你面子，来，十一局，好，我最后一把，能不能连续六个醒龟拿三点呢？来吧。没有，我每次这样说就没有。来，没有，也没有啊！啊，等等等，来个一点吧。来，哎，我第一次三颗零点，白纸哎。哇，真的怎么办？没了，没了。总共有五点，来，好，来加油！第一，最后一点没有中而已，最后一次。我第一次零点，就是在小睡神旁边。来，干我什么事？来，最后一次，来来。搞不好我每局两点，只是因为你在我旁边，害我变成零点了。那我先离开了，拜拜。等等等，来，这个过的话有四点喽。有人已经开始在拿奖品了，这是最后一局吗？对，最后一局了。哦，来，哎，他下巴很凸，看，厚道。来，来，哦过。哎，等等等等等等，好过关。啊，那这样加起来有九点啊。那这也没有十点，因为十点有一只超大的蛋黄哥，我觉得很可爱。哪里啊？那里正中间。不要那么大的。下面这边是一点，然后这边三排是两点，然后小熊维尼那边是三点，然后比较大只的这边有。哦，这个星星超像妹妹的。哎呀，这个树啦，我觉得超像妹妹，她平常在家就是。二姐姐，我才不会跟你打招呼嘞。我也。这里也很可爱，圆滚滚的。那你刚刚有四点对不对？这次五点就直接送给那个人。老板娘超好的，谢谢。哎，这个很可爱，我觉得实体超可爱的。很圆润。没有，很像我姐，你才像那个 P 柱嘞，每天穿着睡裤跑来跑去。这个我要，这个很可爱。哒啦，耶、yeah, ！我们的新成员，他叫什么名字？小名叫阿莱，他是内裤胖胖，看他穿内裤，有够像你的，而且内裤可以脱，你看，叮叮叮。这个树懒，它实体的质感真的很棒。
好啦，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说你在夜市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很特别的游戏，也想试试看。因为我们那天其实有看到敲钉子，但是我觉得敲钉子好像有点困难。所以如果大家有遇到哪一个夜市有好玩的游戏，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或者是你支持这种夜市游戏继续拍下去的话，也要记得帮我们按个喜欢。虽然喜欢这支影片，喜欢请加秀，我喜欢大家也要记得第二颗九九 YouTube 频道旁边上，那也要记得打开这张信片的时候才会。有爱光辉 ，Facebook 搜寻可以点订阅、点赞、还有可以帮我。那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嘿嘿，按下喜欢了吗？接下来还有花絮哟。等等，这支影片当然也不能少了抽奖啊！那我们抽的人是，不是我，是胡迪。我妈把胡迪送出去，因为胡迪其实超大，迷你也超大。然后他在我床的角落非常久了，对，知道吗？镜头，把可爱的蝴蝶送出去，就是蝴蝶。如果你有喜欢蝴蝶的话，这只蝴蝶是真的蛮不错的。可是你要不能接，因为我们已经打开，而且其实它也陪伴我们好一阵子了。但基本上我们都是很干净的对待它。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留言任何你想对蝴蝶说什么，比如说蝴蝶我会好好照顾你啊，或任何你就是对蝴蝶说的话，以及你一定会用到的 email。那因为这只真的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只寄台湾，而且只能用邮局寄送哦。你可以接受邮局寄送的再来参加。蝴蝶拜拜。拜拜。突然好舍不得他，让我抱抱他。